特别好，这个直接就可以扒皮吃，很新鲜。你现在一啃，它自己就往下炸了。超级甜，水分老多了也能一直在这滴水。它这果子都是自然成熟的，籽都是黑色的，绝对不是那种捂熟的瓜子的。捂熟的瓜子正常的话瓜心有点甜，这边就不甜了，但这个边都特别甜。这水一直在滴，超好吃，脆点。超级好。